这个奖呢是在真言当中，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最爆红的男女艺人。那我们先来看，首先颁发的是雅虎奇摩搜寻人气大奖2009爆红男艺人，得奖的是，这个得奖者刚刚其实就是已经表演过了非常优美的歌声，也是最会唱歌的曹操陈乃荣。自从小学二年级之后啊，就没有拿过任何跟奖有关的东西了。那我算是今年才刚出道的新人。那这一年我除了拍《终极三国》，然后出了张专辑之外呢，就是我觉得非常开心。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。那尤其要谢谢这么辛苦搜寻我的朋友的支持，我的兄弟姐妹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要谢谢雅虎，然后对雅虎说一声雅虎，谢谢。恭喜陈乃荣。其实《终极三国》呢，对现在小朋友有一个非常正面的。